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价值投资。昨天大盘指数涨了155点，今天呢回档了157点嘛，把昨天涨幅全部吐回去了。其实昨天是尾盘戏剧性的变化，昨天一盘拉了快100点嘛。那急拉通常不会是一件好事情啦，今天马上又吐回去啊。昨天尾盘急拉了100点，拉什么股票？拉台积、拉鸿海、拉国泰金。今天这些股票，你自己看一下，是回档。台积电跌了5块钱，鸿海跌了2块7，国泰金呢跌了1块7啊。其实你对对冲基金有研究的，你就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的，偷拉不会是一件好事情啦。那所以我在昨天大盘指数已经反弹了900点的过程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，或许这个礼拜的大盘指数空间不大，但是行情就此结束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为什么昨天把月线的角度来跟你分析长线的一个架构，我的看法，你来看大盘指数在这4年的一个过程，每次的回档大概4个月啦，这边3个月，这边2个月，这边4个月，都不会太久，最多就是4个月，它就止跌往上攻了。那这是因为台股呢基期比较高啦，最高涨到10014点嘛，所以它回档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就稍微久一点啦。1、2、3、4、5回档5个月叫转折，是不是止跌了？上影线看得懂吗？更正一下，是下影线。下影线，同样你应该看得懂吗？7203打下来，马上收脚止跌啊！所以5个月的一个时间跟空间波的修正满足点到了，所以我认为9月份会收红，这是我最保守的一个估计。大盘只涨1个月，但是我的看法，有机会涨3个月到5个月，为什么？5个月的波动下来，8月份这根下影线太强了，所以接下来呢，9月份收红，伴随的就是一个连续3个月的涨势啦。所以呢，9、10、11这3个月大盘的一个格局会不错。那接下来12月份刚好又是年底的大作战行情，隔年的1月份又是所谓的一个资金效应的红包行情，所以呢。有机会从9月份涨到明年度的1月份，这是一个长线非常重要的看法。我昨天特别在8月底来跟你分析大盘月线的角度，我长线的规划。所以呢，虽然这个礼拜指数空间不会太大，昨天讲过了嘛，涨了5天，反弹了900点，总该休息一下吧。那休息个1天，对你来讲。回档下来可不可以布局？亲爱观众，如果大盘有机会涨到明年度的1月份，那回档修正，你是不是应该站在买方？如果盘势跌到7203，你真的来不及买，或是那一天你真的不小心卖在跌停板，接下来操作态度要积极，真的要积极，不要想太多，太遥远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规划好了。现在短线上的一个回档修正该怎么操作，那是重点。因为多头行情它可用之兵相当多，它会轮动轮涨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架构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缺席，如果你真的不小心7203把你股票全部卖光光，只要你保有资金，你就是有翻身的机会。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空头了，连续嘎了5天的空头的行情，你认为回档一天就结束吗？今天回档修正又给了一个空头再度放空的一个决心吗？一定是安尼嘛，嘎了5天不死心，今天终于回档了157点嘛，所以我要怎么做？空头的一定是加空，震荡个几天啊，对，这礼拜或许震荡个3天嘛，如果再往上的一个垫高呢，空头不是沿路的被嘎上去吗？所以我在上礼拜特别告诉你，大盘的一个结构形态已经不一样了。你在上礼拜之前看到的台股都是一日行情，很容易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都是黑 K 棒比较多。但是从上礼拜一，大盘指数盘中跌了583点，跌幅超过7%，有史以来最大跌幅，恐慌性的杀盘也已经出笼了，这盘涨定了。
我说7203有可能是本波段的最低点，果然如我预期的嘛，目前为止7203是最低点啊，不管它要怎么修正啊，不管是拉回两只脚还是三只脚还是扩底的形态，接下来的一个操作对多头行情来讲真的是比较简单。之前大家很辛苦啊，7203以前很辛苦啊，亲爱观众，我不会痴人说梦话，告诉你，哎，大盘从10000点跌到7203之前，上礼拜之前，哎，有波段行情，有50%的股票，赶快来进来跟我合作，用这样鼓吹的方式来让你跟我之间彼此有建立合作的关系，我讲不出来，因为跟行情不符啊，跟我的操作，跟我的专业都是违背的嘛，我怎么讲得出口呢？所以在上礼拜之前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能价差操作，5%、10%、5%、10%，加减赚啦，较未散啦，卖伤贪心，一趟5%，哎，10趟也是50%啊。你不要因为你想要期待有50%的利润，但是行情不是你所控制的嘛。当行情的一个期待值跟你不如预期的话，没办法 match 的话，你要改变的是你自己，不是行情来配合你嘛。这是很简单的逻辑道理吧？啊，盘伊就是要经历要落啊，它就是要跌了2800点，它会止跌嘛。那这个过程，我告诉你，欸，有50%的股票，所以你要爆波段，那不是害了你吗？所以在之前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喜欢做波段的，你可以先休息一下，没有关系。等到可以有波段操作的，你再来跟我合作。上礼拜真的发生了。7203，我说你要撑过来，你只要撑过上礼拜10:30，5600家个股跌停板那个瞬间，海阔天空，都是不赶快呐。接下来就开低走高，开低走高，沿路的诱空，沿路的轧空，包括今天的走势嘛，是赶快呐。哦，所以从上礼拜开始，我已经告诉你有波段了，我不仅要帮你赚价差，还有波段的行情，好吗？你自己要把握一下。这是为期3个月一起的打太法专案，本来上个礼拜就应该要结案，因为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公司的预期的一个结果了。那因为3个月为一期，不符成本呢，就公司的一个立场来讲，没什么利润，所以公司上礼拜已经要求我说赶快结案。但是我不想让你错失这一波的行情，我想让很多同学可以翻身的机会。900点能不能翻身？光是这一小波，懂没有？我们创造了多少利润？你很清楚了。光是这一小波，利用4天的时间，光是基本单82块钱33%，非常快速。可成5个交易日赚了大概50块钱，很快。8044的网加，上礼拜买进，参加他的除权息，还原全值呢，这样也有80几块钱，一个礼拜时间，相当快速的一个获利绩效。这些股票我都没有盖牌，跟我的一个策标诚信实在是我的原则跟坚持，相当的符合啊。无需要看牌，蔡老师唔惊恁赚，都是惊恁赚伤少，所以我特别把这次一个打代跑3个月为一期的一个专案，延到这礼拜，你要体会到我的用心。我真的是要跟你斗三工啊，不然公司早就要求我要结案，我要下架了。因为公司没什么利润啊，不符成本效益。所以对于这次我们是特别提供给你的打大跑短打的一个专案，3个月为一期，同没有可以让你赚取多少的价差跟波段吗？你感受得出来吗？可成、利旺、网加，光是一个礼拜时间，真正是赚到变鬼啊！有没有翻身的感觉？你来跟我做，你就知嘛。哦，所以你看一下我们之前的操作，就是价差，很务实啊，要懂得随势而转，盘再怎么走，去认清楚它，去面对它，定出最漂亮的策略。所以在8月21号，网加370还是先卖一趟嘛。价差的操作，我说做价差啦，20-30块钱嘛是价差。等到上礼拜最恐慌性的一天出来的，网加8月21号礼拜五卖出的资金320接尾，当时交易在318，
我们接回再318，接完之后，当天一样被大盘拖累嘛，跌停板啊，你自己看一下，8月24号礼拜一嘛，收盘是不是301.5，跌停板啊，我买在318，后来还是因为大盘的恐慌性一个杀盘，让它一样跌停板301.5嘛，一样买下来还是套，但短暂性的一个套牢，所带给会呢，竟然是超额的利润，所以不用在意说一定要买在最低点，买在一个相对低档，你的获胜几率就是比较大。我们是低风险的操作，你看我的一个操作是不是低进高出，急杀回档修正，我会告诉你要站在买方。所以这次打代跑的专案，同样，如果你跟我之间有缘分，以后你收到我讯息，如果是一档股票回档修正再跌的时候，你要敢跟我出手，不要每次都只会追高杀低。追股票谁都会，但是跌的时候你敢进场做承接，那是少数赢家的一个操作方式。我有没有做到？不管是网家，不管是利旺，不管是可成，我们在买的一个价格是不是它跌势的同时，你会不会这样操作？如果没有，改变一下你的方法好不好？所以网家上礼拜买在318，买完跌停板啊，301.5啊，那又怎么样？参加他的除权息。我为什么要参加他的除权息？因为他的现增价格我已经讲过了，358。如果公司派没有把握，他的股价会拉到358之上，那这一次的现增价格他就要撤销了，他就要撤案了嘛。这是我们看到网家，这次股价推升的原因理由之一啦。当然，对八月份的业绩，我跟你讲过了，我看好啊。你拭目以待，等到好消息出来了，你就不要再去买网家了啦。哦，所以对于网家的一个操作，上礼拜318接回，参加他除权息啊，配股0.7，配息4.5，填权又填息啊，有没有填权又填息？你自己去看一下嘛，是填权又填息，很快速哎。哦，所以呢，当天还原全指345啊。涨停板啊，319嘛，还原全指的股价35，还是低于现增价格358嘛？有没有过358？上礼拜四收盘343呐，有没有过358？没有啊。但是还原全指呢，来到379，我们大赚呐，真的是大赚呐。礼拜五看到366，还原全指的407，真的恭喜我们会员，从318买的到407。你看到的是一个礼拜时间创造了89块钱的利润，你看到的是一档股票买完之后参加它除权息，345连续三天多攻涨停，高价股所带动的是什么行情？如果它可以连续三天看到涨停板，这绝对是一个多头架构，否则高价股没办法连续三天攻涨停了、啊。更何况网家它不是投机股啊，它是一档非常具有价值型投资概念的绩优股嘛。你看一下今年度前半年赚了4.26，你看一下今年度的业绩跟去年比较都是成长，都是红通通的数字啊。用心选股，用心带会员，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是那么愉快。上礼拜重不重要？318要敢买啊，恐慌性的一个杀盘已经出笼，同时你要跟多数的一个输家站在对立面嘛，人多的地方总是很危险啊。当大家都躺平了，大家都在卖跌停板了，勇敢的大胆捡便宜货啊！捡完之后，虽然当天有稍微收低嘛，跌停板不要紧，马上还给你。礼拜三盘中攻涨停319啊，对，接下来呢，上礼拜是343啊，上礼拜五呢366啊。终于高过现增的一个价格了，对不对？那还原全指407啊，上礼拜五连续涨了三根涨停板的网家，我已经提醒你了，自己不要去乱追啊。我们的好心提醒，当时为了降低投面你们的风险，整个高票连续涨了三根停板的，它会稍微休息一下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道理。你看我操盘操那么久了，你看我解盘解那么久了，你总不会说三天了自己才去追这个上礼拜五的网家嘛？不需要吧？
跟我买在相对低档，还原全值冲高啊，有没有三成？有没有89块钱？这是不是一个波段的一个价差？很漂亮吧？所以呢，上礼拜我告诉你，不要自己过度去追价。那昨天压回了21块钱呢，我告诉你，拉回可以早买一点。当它回档修正，我特别提醒你，早买一点呐、啊，不是买早点呐、啊，亲爱观众。反市场的操作，低点要会买。昨天它拉回了21块钱，我才告诉你要早买点呐、啊。今天网家呢，股价盘中最高多少？361啊，盘中曾经大涨了16块钱呢、啊。尾盘涨6块钱嘛，大盘指数今天跌了157点啊，它强不强？强在它的一个基本面，以及它的一个筹码还算非常的稳定呢、啊。你看一下融资余额，越涨越低，代表上涨的过程当中，散户拼命的在卖股票，所以我们的一个操作就在一档股票具有基本面、筹码稳定的情况之下，有低点我带你上车。所以对于我们这次3个月为期的打大盘的专案，本来上个礼拜公司要求要结案啦、啊，因为就一个成本效益来讲，公司没什么利润，不符成本啦、啊。那我一再跟老板要求，没关系，这次算我的，能帮助多少观众，帮助多少会员，蔡老师尽我所能帮你吸收其他你额外的负担。3个月为期对你的负担来讲，真的是微乎其微，不会太多。重点是在这个3个月过程当中，如何赚取价差跟波段利润，那才是一门学问。希望你好好把握这一次打带跑的一个短打专案。谢谢啊，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下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活更 happy。 巴菲特，巴菲特，韵达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。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，速洽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巴菲特，巴菲特，韵达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。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，速洽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，森田药妆华珍月饼即日起至9月5日75折，赶快把握机会哦，请快拨打02-2975-3310，02-2975-331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上礼拜一是很关键性的一天，难得看到台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了，恐慌性的杀盘已经出笼了。当天做对做错真的差很多，盘中要有高手陪你看盘，你会比较安全，会比较安心啦。包括这一档同恒也是一样，上礼拜杀下来嘛，我有出吗？我们买进的位置已经够低的啦，啊，刚好碰到上礼拜跌了583点，一样被拖下来了。那你怎么面对这个行情？你怎么把会员的一个持股带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境界？那就相当重要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档同恒，我们在20号行动支付读卡机的，他已经打了2只脚，所以之前他就比大盘强势的。你们看到
没什么跌到啊。那第二只脚买点59.5，我说你可以买啊，8月20号嘛。那隔天8月21号，趁大盘中之后再买，当做低点59.2嘛。这边都是买点啊。那来到上礼拜一嘛，杀声隆隆啦、啊。这张股票我有告诉你我出了吗？我会砍到最低点吗？我已经买在够低的一个位置哎、欸，所以呢，上礼拜有低点，我们一样站在买方啦、啊。这是盘中带领会员的一个操作嘛？上礼拜的同恩平盘以下无三买，还在买啊？上礼拜三趁大盘回档53.8，还是站在买方啊？所以有没有我带你操作？投票有没有不一样的结果？同恩，你有没有卖在最低点50块钱？你有没有砍在这个位置？如果砍到这个位置弹上了，你怎么办？一来一往，绝对超过10%。当然不是只有同仁这档股票啊。我们既然对大盘的一个方向看得蛮清楚的，那策略面的运用，在一档价值型投资概念股票，我们就发挥的淋漓尽致。不是只有单一个股啊，哦，所以整一个同仁，你可以看到。这个位置上礼拜，对，你有没有买还是你在卖？有没有差很多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上礼拜二、礼拜三平盘以下，我们一样站在买方，还是买啊？买完之后，上礼拜是不是攻涨停59.4嘛？那当同恩昨天再度的回档，我说量缩整理的一个形态算强势，昨天56.1还是可以逢低买。你还是可以逢低买啊，涨一波 key 啊，涨一高 key， 无吧？今天有 key 不？今天就涨了啊，那是不是低档要买股票？我讲了哪一句不是肺腑之言？都不是肺言哦。你刚才看到的，不管是可成、网家、力旺之前的操作，我在买进的同时，都是它回档修正哎。我们看到的是一档股票跌下来可以赚钱的机会，但是很多朋友看到一档股票跌下来，频频错啊，跟他被跌停板了嘛？你是错的蛋，我蛋的被操作的结果当然不一样啊。所以昨天同恒量缩整理，当然可以逢低买、啊。今天的同恒呢表现还不错啊，早盘有没有冲高啊？尾盘大盘跌了157点，还是红的啊？安内有水不？漂亮是昨天它跌下来，我告诉你可以逢低买嘛，啊，你们叫实在嘛，有没有帮忙帮忙帮会员赚取稳定的一个报酬率？我今天同样你看得很清楚啦，所以不要害怕今天大盘回档修正，别惊，涨了900点回档一天都很正常。多头号角既然已经响起，个股之间会轮动轮涨，好吧？所以我昨天特别告诉你这档车王店。这一根量能代表攻击号角已经响起 ，N 字形的上攻，强势波动的股票，它已经好久没有动了，所以我特别拿月线来跟你分析它的后市啊。昨天8月31号，你有没有看到长虹吞噬这要起涨了，至少会涨3个月，所以呢，车王电至少会涨到10月份呢、啊，8、9、10嘛，月 K D 即将黄金交叉，你看一下昨天。还没交叉吧 ？K 是23.01嘛 ，D 是23.95啊。今天9月1号，月 K D 是不是正式黄金交叉了？没有错吧 ？K 是28.04 ，D 是25.3的啊。所以正式黄金交叉，9月1号，车王店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嘛。今天车王店大盘虽然压回了157点，它没有跌啊，它是不是强势性的个股？所以在多头行情的一个架构底下，个股之间会轮动轮涨，你要把握的是我们带给你的价差跟波段式的操作，同样你真的要好好把握住蔡老师这次的用心啊。虽然上个礼拜公司要求要结案，因为公司没什么利润啊，不符成本，但是我特别跟我们老板要求保留到这礼拜，这礼拜一定会结案。我希望在未来多头行情的架构当中，不管是价差还是波段的操作，你每一档都可以跟上来。3个月为一期的打带跑专案，就是为了降低同门的负担。最重要的，不要错失接下来的行情。欢迎你的加入，明天同时再会。
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。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。速洽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，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，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。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降一度，降两度，降三度，降四度，降五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降了，就是降了。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，第一台不需安装冷媒管线，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。应该说它是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式冷气，免工具，免安装，没有压缩机，不用冷媒，只要140瓦，真的超省电。它的原理就是融合了冷气机的散热片的散热原理，以及中央空调冷却水塔的降温的冷凝效应，达到冷气的效果。在背面的进气口设置了大片的鳍片冷却网，散热网上方是一排洒水孔，启动电源以后，洒水孔会间歇性循环出水，把鳍片冷却网凝湿，大面积的网槽会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能，转化冷却为冷空气，让室内环境瞬间达到冷房效果。这晚不是凉呢，是冷呢。啊，你要有嘞，哎呦，我去给我陪啊。哎呦，这一下就降五度了呢。你甲看，开始迄电风扇的钱啦，啊，吹是冷气。